好，咁呢度係獨梅嘅直播，而家我哋咧就喺將軍澳順德村嘅十字路口嘅位置，係啦。咁咧見到而家嘅示威者咧喺路障前邊，咁啊遠處咧就有啲大約六至七架嘅警車，咁啊防暴警察就已經落咗地，咁啊好多示威者咧就喺路障後邊就戒備緊。咁啊，因為而家呢個係一個十字路口嘅位置啦，咁啊亦都有可能警方咧係會喺幾邊咧去包抄。而家差唔多12点嘅時候。咁見到有大批嘅防暴警察咧，其實就喺將軍澳體育單車館嗰邊咧，就已經係落咗警車，咁啊清理緊一啲嘅路障，咁啊應該就會慢慢咁樣去向順德村嘅方向推進。咁示威者而家就喺路障後邊就係對峙緊，咁啊仲有啲街坊其實就喺順德村嘅停車場平台上邊嘅。咁我哋咧就企一個側少少嘅位置。想定好啲喎。咁啊，有啲人就話喺調景嶺方向亦都有警車嘅蹤影。咁我哋而家見到其實嗰度就前面已經有好多嘅防暴警察。咩話？咁見到咧，防暴警察咧，而家就喺體育館運動場嗰邊啊！咁其實見到咧，喺調景嶺嗰邊咧，亦都有大批嘅防暴警察。系啦，就两边都有防暴警察，喺调景岭方向啦，同埋喺呢个将军澳运动场嘅方向，都有大批嘅防暴警察。
咗而家嘅人咪开始散啦。現場就見到其實大部分的示威者已經散去了啦，咁防暴警察咧就亦都慢慢咁樣推進緊過嚟，喺尚德村巴士總站嘅呢個位置。咁啊，聽到一下槍聲嘅，啱啱咧喺前面就聽咗一下槍聲類似。咁啊，見到上邊咧喺呢個尚德村停車場的平台呢也都有一批防暴警察在上面的，是的，這裡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同時間呢一邊的防暴警察也都是推進緊過來的。其實這邊的防暴警察也都是已經噴前了，咁見到警員咧，防暴警察咧係有長盾啦，有長槍啦。其實有很多市民呢都是在退了去尚德村廣明苑的廣場那裡呢，就跟警員在那裡指罵，而這裡已經是深夜了，所以警方就算你們想呢這個處理執行的職務都好，都不要嚇親的街坊。咁而家兩邊嘅警方咧，其實都冇去清理到嗰啲路障嘅，咁啊只係企咗喺度。咁有警員咧，而家係停槍對住喺尚德村平台嘅方向。都可以望下後面的方向啦，係啦，兩邊的警員係同時間推進就清理路障嘅，係啦，因為都用一啲強光去照射
記者同埋市民。場咧大約有60名嘅防暴警察係長行緊通常嘅行動嘅。咁見到唐明街其實兩邊嘅方向咧都係有防暴警察就包抄嘅。咁就佢哋決定避守就。警方就啱啱叫記者咧，就上翻行人路，咁我哋慢慢就探翻上行人路啦。咁又仲有好多街坊咧，就喺左明苑嘅方向，左明苑嗰邊咧聚集緊嘅。咁我哋去嗰邊看看。咁咧，其實喺呢個上德商場嘅天橋上面咧，係有防暴警察嘅。咁而一班街坊咧，就喺橋下邊左明苑同埋上德村中間嘅位置咧，就喺度叫囂緊。咁見到好多強光啊，照射就嚟自喺天橋上邊嘅警員嘅。咁呢個角度就更加清楚，就見到其實有大批街坊就喺呢度聚集緊。呢度係上德村上真樓同埋廣明苑廣昌閣中間。咁啊，有啲防暴警察咧就仲喺呢個天橋上邊嘅。見到有不少持長盾嘅防暴警察就喺上德商場嘅天橋上邊啦，咁啊大批街坊咧就其實喺橋下邊就鬧緊一啲警察，咁啊警方不斷用強光係向呢邊咧就照射嘅。其實都仲有好多街坊喺度，
之後瞓覺啦。因為警方持續就在天橋同埋喺地面上邊咧，都向住近得村廣明苑呢邊咧，就照射一啲強光。咁咧，而家其實佢哋已經就清除咗喺近得村巴士總站對出嘅十字路口嘅路障噶啦。咁但係咧，仍然就仲未離去嘅，係啦。街坊咧就仲喺呢個尚德停車場。咁啊，防暴警察就而家離開。你以為借差佬啊？睇見工咋？天橋上面的防暴警察就已經退去，咁地面上面的防暴警察係仲未離開嘅。咁而且係至少有三支嘅強光嘅燈咧，係照射緊嚟緊呢邊嘅。街坊都嘛，中规你唔好，停一场两只，警察嚟两只跟住啊，喂，做咩走啊，郑道峰？咁啊，见到喺十字路口嘅防暴警察咧，就再褪前咗五至十米。咁嗰啲警車咧，亦都慢慢就駛向緊去防暴警察布防嘅方向。咁見到有三名嘅持強光嘅防暴警員咧，就係行前咗少少嘅。咁啊，亦都不斷向呢邊照射一啲強光。咁好多街坊都不滿啦，係啦。咁啊，警員不斷以強光照射呢一邊。見到橋上邊嘅防暴警員又翻嚟啦！有兄弟啊，叫你老母！你話你大手啊，你係！
邊度都明。咁啊，舉咗藍旗啊，而家。橋上面的警方呢就啱啱舉起了藍旗，藍旗有上面啊，上面藍旗啊，是啊，藍旗啊，上面啊，我舉你咁啱啱警方就舉起咗藍旗啦，亦都警告現場嘅示威者係馬上離開。其实个现场的灯光就很暗啦，就不是很看得清楚。警察原来是已经举了旗，但事实就是防暴警察在上一商场的桥上面刚刚就举起了蓝旗，咁啊警告现场的示威者离开。現場區政聯盟中央民生關注組的柯耀林呢就拿大聲公就叫一些街坊呢關窗關冷氣，因為呢警方是有可能在這裡會發射催淚彈。防暴警察咧系逐渐咁样向住尚德村方向系推进嘅，系啦，而警方再次就发出广播呼吁示威者离开，就说示威者现在正在非法集结。咁咧，警员咧系逐渐逐渐咁样系行近啦，大约有60米嘅距离。我们只是做人道支援工作。
唔好俾你攞選票，走！俾老師人撈遠範圍啊！走！俾你攞選票啊！走！俾你攞選票，唔好咁多你啊！唔好咁你啊！入翻去啦！你哋呢條路都已經唔係中間啦！阿林振，阿林振，停停停！今日啱啱見到有名防暴警察警員嘅情緒係十分之激動啊！咁啊！呢度系我屋企啊！我等咩留翻？我而家喺私人范围啊！你系私人地方嘛？系啊！呢度中国地方嘛？咁咪下一个自己自己地方咯、啊！但你呢度地方咧，我有权执法。你哋都有错啦！你有你而家睇到草音台长哥啦！警告咗你一次啦，唔该你。你要俾阿 Sir 出嚟啦，俾你乖乖出嚟啦。你要琴晚打出嚟啦。你乖乖出嚟就拉你。你叫琴咩叫再出声先？我叫出声就拉我我。阿Sir係我再出聲就拉我啊！係啊，公狗有需要搞啦，係邊啲大人發言啊？你信唔信？先見到咧一個防暴警察，就同咧柯耀林，嗰個民生關注組嘅柯耀林咧，就去爭執。阿Sir，你話啲人草有污染，你自己光污染緊啦喎！
啊，警方咧其实系增援咗啊，而家咧大约有50名嘅防暴警察咧，就喺顺德村同埋广明苑对出。咁啊！呢名防暴警察嘅情緒啊，非常之激動啊，係啦，佢都剛才咧就話，廣明苑嘅立法團主席柯耀林咧係冇資格去命令佢哋做嘢噶。咁好多街坊就覺得，一啲強光同埋一啲警察嘅嚟臨咧，就令到啲居民咧就受到好大嘅滋擾。企上面阿 Sir 啊，麻烦你唔好再用灯咧照我。成日用灯去照我啊！根据你哋嘅讲法啦，你嘅灯不停咁照我，我都会盲噶。呢个咧，对我亦都系攻击性武器啊！喺桥上面阿 Sir， 麻烦你唔好再照啲灯。攞住捞气奶嘅各位市民听住啊！如果你可以帮手叫啲市民翻上楼嘅，我哋都会自愿接佢嘅。所以大家一人行一步，唔好照高层，啲高层又冇定咗嘅。慢慢撤退，佢哋啲街坊亦都會翻屋企瞓覺。一人行一步，你呼籲下啲街坊。你係咪專㗎？係，因為根據你哋而家始終係一班未經批准嘅集結，係咪？我哋攞明显就4256户，你自己谂下个人数啦，到时就我开个業主大会二千几人啊！我哋上次开業主大会，有1400户業主亲身落嚟噶啦，师弟，我希望你哋啊知道个情况，我哋系冇人犯罪，我哋亦都系好想多几瞓觉，但系我哋希望大家正如阿常头先你所讲嘅，下一步希望你哋慢慢向后撤，我哋啲街坊亦都会慢慢翻屋企嘅。咁啊，防暴警察就后退咗，大约5米到啦。咁啊，有一批防暴警察咧就已经退后咗大约10至20米。咁咧有一位。你褪兩步啊！你至少褪翻出去10字馬路先啦，大佬。大佬，我屋企樓下嚟嗰度，你褪翻出去10字路先。咁啊，現場係仍然仲有啲街坊喺呢度嘅。麻煩你哋慢慢向後褪啊！因為問題大家都想翻屋企啊。你褪兩步叫人褪。有冇小學雞啊？繼續向上行落去咧，騷擾到我哋樓上嘅街坊嘅啫。橋上面阿 Sir， 你唔好再照啲高層啦，高層嗰啲咧明明熄曬燈瞓緊覺嘅。行先，影翻你行先，照翻你睇睇。出現場嘅高層主席。咁啊，防暴警察就慢慢係退後。你中意照下邊啲冇所謂，你唔好照嗰啲高層得唔得？人哋熄曬燈，你照人個單位做乜啫？
親啦、啊！打你啊！麻煩橋上高嘅警察唔好再用射燈射我哋樓上嘅街坊，我哋嘅政府啊！防暴警察咧就退翻去十字路口附近嘅位置啊！其實仲有很多街坊在這邊、啊、咁啊，橋上邊嘅居仲有警員喺度。走啦，戇鳩仔，快救命食狗糧啊！警方再次舉起藍旗啊，是第二次舉起藍旗啦。咁就話現場的居民咧就係非法集結。咁啊，警方就逐步逐步咁樣去後勤。夠撚皮啦！立家，見到仲有好多街坊啊，喺呢一度啊，有啊，仆街！咁啊，不斷就用一啲強光係照射緊街坊嘅，嗱，而家呢度就見得好清楚啦。咁啊，好多街坊都話，其實呢度係自己嘅屋企嚟嘅，只係落街。咁啊，點樣可以構成非法集結咧？咁樣？咁所以咧，佢哋都好不滿啊！走啦！係你老母啊！你企喺呢度，係你老母啊！嚟啊！警方是再次舉起藍旗啊，就話非法集結。嚟啊！
咁啊，好清楚見得到啦，今次就咁啊，防暴警察咧就仍然喺十字路口上咗巴士總站十字路口對出嘅，係啊。我哋就去翻一個咁啊，警方係又再次舉起藍旗啦。咁啊，應該係第四次啦。主立案法團的柯耀林啱啱講嘅就係，我先叫翻啲屋企嘅居民離開，你哋都離開，我哋立即離開，可唔可以？咁啊，喺橋上邊嘅防暴警察提出要求，就話只要居民離去，佢哋都會離開。見到其實有很多街坊都是穿著拖鞋、穿著短褲就落得嚟屋企樓下。走啦！走啦！
唔好意思啊。咁啊，防暴警察就未有离去嘅迹象。咁啊，同样地，街坊呢都未有离去翻屋企嘅迹象嘅。咁啊，双方呢就大约喺七十米嘅距离呢就对峙紧。咁啊，桥上边嘅防暴警察再次开广播。咁啊，警方就啱啱就再次发出警告啦，就话而家喺上德村嘅居民咧系非法集结，同埋咧刚刚喺上德村对出十字路口嘅堵路，同埋咧就向警车投掷杂物咧，都已经系构成非法集结。咁警方系有可能咧系会拘捕现时集结嘅居民。咁現時嚟喺上德村嘅防暴警察咧，就分成咗喺橋上邊啦，同埋橋下邊嘅。咁啊，唔系只要你走咗就得噶，好简单噶咋，你离开呢个范围，我哋街坊就包。广明苑嘅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嘅柯耀林咧，就行前咗几步就同警方就交涉，咁啊要求警方啊离去。咁啊，有啲强光就持续向呢边照射啦，咁所以一啲区议员助理都系用紧一啲。你仲喺度污染啊！你哋攻击性武器嚟噶，我就我哋扮噶啦，我而家系开盾牌挡一挡住。人照你又唔得，你照人唔得，你一烂仔嚟噶真系。在場嘅記者影實警方點樣係違反呢個守則啊！你叫優美啊，小心你啊！你叫優美啊！咁啊，柯耀林同一班嘅社區主任咧，就行前咗。咁啊，希望同警方嗰邊咧就溝通交涉一下。咁啊，有一名防暴，留呢度啦。
都打得好。呢度講啦，唔好亂嚟啊！一名防暴警察就突然间行前咗，交涉完之后呢，警方就后退，同人哋柯耀林同埋一班家徽都后退。休息瞓覺嘅，大家即係有好多聽日都要翻工嘅，唔使喎。咁所以咧，就希望即係警方即係散去撤退嘅時候咧，我哋亦都翻屋企休息啦。即係今日你都夠啦，好唔好啊？你叫佢上面落嚟，我哋唔會走。嗱，大家睇街坊睇唔睇到？係啦，咁你都係留
上咧，樓上都即係要休息啦，就係一點啦已經。唔係佢走咗，大家都可以休息。我同佢講咗㗎啦，而家等佢走。一陣等佢走啦，我同佢講咗，佢哋走，我哋全部都幫佢等緊。你走我咪走咯。咁所以就大家嗱，大家少靜少少啊，靜少少啊，因為樓上都等緊啊。因為樓上啲街坊咧都瞓緊覺，一陣一點啦，好多聽日咧都要早翻工嘅，係啦。咁變咗我哋睇到警方，如果真係繼續向後退嘅時候，我哋亦都慢慢向後即係翻屋企啦，好唔好？頭先咧，警方咧係冇講實話一定走嘅，只係考慮啫。咁我哋都表達咗呢個願，佢冇講實。但係咧，即係佢哋如果走嘅話咧，我哋都盡量翻屋企都夜㗎啦。因為今日都我哋都做咗好多嘢㗎，都夠皮啦。咁就這個係一個持續嘅運動啦。咁希望大家保留實力，好唔好？佢走先啦！都知道。佢哋好唔好？佢打要揾個 O.T. 就走啦。睇住佢哋走唔走？走亦都勸喻，希望街坊可以同樣咁樣離開。咁啲街坊亦都唔係咁滿意，就話咧應該係警察先離開，咁咧街坊先至會離開嘅。咁啊，仍然有好多嘅街坊係唔願意離開，仲係喺呢度嘅。咁我哋都睇翻警方防線嗰一邊啦。咁其實警方咧亦都係冇離開到嘅。人類已經不夠啦。我覺得呢張物資主人型啊，一定係跟你到。我落河灣勇武啊。要真係有個性。橋上面呢有一名警員呢就是匿咗喺一棵樹後面，咁就淨係遞咗一部攝錄機出嚟，咁就影住啲街坊。
仍然就在度情况对峙紧嘅。咁啊，桥上边嘅呢名警员咧，就好鬼祟咁样伸咗只手，咁啊拎住个摄录机，咁啊而家咧又收翻埋。咁啊，防暴警察就再次行前，就希望同柯耀林去对话嘅。咁啊，警方啊再次邀请啊柯耀林，即系广明苑嘅业主立案法团主席咧，就前嚟去讲两句啊，话要。咁我而家咧就準備叫我橋上面嗰啲嘅同事咧，我評估各個風險，我會叫翻佢哋落嚟，好唔好啊？咁咧，但係通常咧，我哋咁做嘅時候咧，你可能啲街坊咧又會不自覺咁樣湧翻出嚟，可能霸佔咗個路面，呢個係我哋唔使發生嘅。喺橋上嗰啲火警喺嗰邊度。係啦，我哋會一個辯論，但係你可唔可以咧話俾佢聽，等我哋唔好咁緊張。但係因為我哋喺喐緊，講嘅時候，其實地面都要走嘅，因為我哋又話逐個邊個掉嘢，你又係一個直口，你係邊個議員？咁不如逐個傾啦，好唔好啊？咁陣間我哋會喺呢度睇住嘅，即係要過下。係咧，你話俾你聽，其實我哋就等緊，但係咧，佢一退，佢哋埋嚟嗰下咧，我哋嘅同事都會好擔心自己嘅安全，同唔同意啊？我哋會係啦，好冇。咁我叫咗我條嗰啲兄弟喺另外一邊落翻嚟先，喺嗰邊走。等大家咧亦都見到，其實警察真係有心，希望大家翻屋企嘅，安全嘅，好冇。我哋啲人唔同意，我哋會同啲人。喂，不如咁啦，我同議員先生傾緊嘅時候，你唔好打嘴先啦，好冇？我唔知同得邊個講啊？哦，或者等你做議員先，好冇？你都知道咧，嗱，突然間喐係好危險，所以咧，我就唔知點樣做。係好啦，喂，真係唔該曬。咁我而家做咗第一步，慢慢嚟，咁大家咧都安心咁樣做喎。好，柯生，好，唔該曬。佢喐咗先啦。好啦，咁我哋睇下啲嘢。避免唔走。咁啊，防暴警察再次同柯耀林同埋新聞主同埋我嘅區議員劉永澤咁啊交涉對話。大家都好乸攰啊！咁啊，警方就話佢哋橋上邊嘅防暴警察就會退翻落嚟地面。咁佢都要求上德村嘅街坊咧都可以逐漸褪後，亦都要求。广明苑的业主立案法庭主席柯耀林可以協助，希望就街坊咧就唔好再霸佔翻路面嗰度喎。或者睇翻條路面。
咁見到其實喺順德村同廣明苑之間嘅街坊咧，係都差唔多有過百人嘅，咁啊仍然係未離開。咁啊，街坊嘅情緒都好高漲。咁啊，橋上面嘅防暴警察咧，就應該係撤退咗啦。咁啊，見到現場嘅街坊就喺度歡呼。咁啊，防暴警察都再後退多5米到，咁就。橋上面的防暴警察呢就剛剛已經落回來，那麼是上警車離開的準備。上得巴士站，其實就已經冇曬車嘅。咁啊，防暴警察而家就分兩邊，咁就上警車離開。咁啊，一啲嘅社區嘅專員咧，咁啊要求啲街坊就唔好再行前啦。咁啊，現場見到就仲有大約十數名嘅防暴警察咧，就係仍然未上警車嘅。咁啊，前邊咧就有兩名防暴警察係持槍戒備嘅。咁啊，後排又有一批防暴警察咧就。在警車上面又落返返嚟，咁啊現時就有大約20名防暴警察就仲未離開。
現時時間就已經是凌晨一點。咁今日成個將軍澳的一啲示威行動咧，其實由下晝兩三點已經開始了，咁啊，而家時間已經嚟到凌晨一點。咁啊，主要的範圍都是在尚德呢一邊啦，同埋喺前面將軍澳港鐵站 Popcorn 商場嗰邊。警車就離開啦，咁啊之後其他警車亦都陸續就駛走。咁但係前排嘅警方仍然用強光就照射呢邊。見到有其他的防暴警察亦都準備登上警車，係啦，咁啊已經有防暴警察就上警車離開啦，準備。警方咧就再次停車。請唔好再車，來車呢裡出現的暴力，警察之後呢，請唔好轉車。如果你係只係想接離上車，如果你係等車嘅話，已經係致命嘅暴力。現場街坊只係得個人嘅身體啫，如果你想車，只可以盡快上車。咁有兩名。警察咧喺臨上車之前咧，一度就向市民咧就舉槍，係啦。咁啊，呢個警車仲未閂門添嘅。咁見到有啲水樽啊掟咗出嚟啦。咁啊，防暴警察就已經全數離開尚德村範圍。咁啊，頭先見到有啲警車咧就駛咗向調景嶺方向嘅，咁有啲警車咧就駛咗去將軍澳港鐵站 Popcorn 商場嘅嗰個方向。咁啊，大批嘅街坊咧就出到嚟。馬路上邊咁啊，一齊嗌緊口號。係啦，咁啊，而家前後行。咁啊，有啲街坊咧，亦都係尾隨緊嗰架警車。咁啊，現場見到有啲人擔遮咧，咁啊，其實係因為現場就又開始落緊雨嘅，咁啊，所以有啲人喺度擔緊遮。咁啊，見到咧喺尚德村呢個路障咧又重新架設翻啦。咁啊，已經係第唔知幾多次就重新去架設住呢個路障。咁啊，現場就即係喺防暴警察一離開之後咧，就落起大雨啊，係啦。咁啊，都要拎翻把遮先啊，所以請各位稍等一陣。你應我嘅，好。
咁啊，見到一啲市民咧就重新就架設一啲路障，咁亦都有人話即係離開啦，咁啊 check 完就好走啦。咁我哋就係啦，見到啊，防暴警察之前清除咗嘅路障咧，又再次重新架設翻啦。我想这一次已经是今天第五六次就去架设这个路障了，是的，有些看着直播的人都留言是的，又倒又来的，是的。那为什么可以无限复活呢，这些路障，因为呢其实每一次防暴警察在清除路障的时候呢都只是将一些杂物呢就搬去隔离的啫。咁誒，亦都冇運走到，亦都係冇去特別咁樣去處置到佢哋啦。咁所以其實只要喺防暴警察一離去嘅時候咧，咁啊好多示威者啊、市民啊，咁啊只要喺路旁入邊啊，咁啊搬翻去中間咧，咁就可以重新架設路障啦。咁我哋又望下呢一邊啦。咁呢一邊其實亦都已經架設咗路障啦。咁呢一邊就往調景嶺方向嘅，咁有一條行車線呢，係啦，即係往調景嶺方向嗰邊呢嘅行車線呢就已經倒咗落喎。咁街坊其實就都陸續散去咗好多啦，咁比起頭先過百人嘅場面呢，而家就我諗大約有近一百人到。咁佢哋都係倒完路之後就好快咁樣就離開啦。咁因為現場都比較大雨㗎嘛，唔係個個人都有大遮啦。咁所以好多街坊都好快咁樣離去。咁我見到呢邊往將軍澳站嘅方向呢就已經倒路。咁我哋就因為而家太大雨嘅關係，我哋又去翻一個有瓦遮頭嘅地方。放在倒完路之后都陆续慢慢这样散去。现场的雨势又越来越大了。大家都看到个直播，雨势非常之大。上得的停車場二樓那裡是有一批街坊就重新站在那裡觀察緊、圍觀緊。咁現場嘅情況咁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而家咧時間都已經嚟到1:30啦，差唔多。咁相信今日嘅行動就已經完畢。咁啲街坊亦都翻屋企。咁我哋嘅直播都嚟到呢度，
咁啊，多謝各位去收睇動媒嘅直播，亦都多謝各位去支持動媒。咁啊，係啦，各位收睇直播嘅觀眾，咁啊，係啦，晚安。